陈亦如义卖庆生许愿点六块鸡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陈亦如昨天满32岁生日，不但有妹献吻，一票粉丝都来祝贺。他的生日会结合公益现场义卖面包师服装。粉丝还有喝康谈款哦。哦，是借公益展现健身成果吧？都杀价到漏2块鸡了，陈亦如还是不肯漏。除了6块鸡以外，那现在拍的微电影，那就是想拍电影，有机会可以发个人的 EP。还有三年，对，那有在物色。苹果的新闻，攒念超过3个愿望喽，报道。